欢迎来到我们的课后生词练习。我们来看第一部分的练习。第一部分的练习是选出正确的拼音。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这个是哪一个字呢？是刺、从还是鱼？我们来看答案。答案是第一个刺，刺。第二个问题，这个字是鱼，厚还是扁？我们来看答案，答案是扁，扁。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，第三个问题，西、东还是针？答案是第三个，针，针。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，这个字是西方，是商人还是上次？答案是第二个，商人，商人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的练习。第二部分的练习是选出正确的答案。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因为，因为。答案是第三个， because， 因为，因为。第二个字， my， my。 答案是第一个，第一个， to sell， my， my。 下一个字，东方，东方。答案是第一个，East， Easter。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问题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很久，很久。答案是第一个， A long time， 很久，很久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部分的练习。第三部分的练习是选出正确的词汇。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吧。第一个问题，我没想过，我没想过，是回家，很久，还是从来呢？答案是第三个，我从来没想过，我从来没想过。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，把东西卖到西方，把东西卖到西方，是以前，商人，还是东方呢？答案是商人把东西卖到西方，商人把东西卖到西方。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，我回家就了，是说法，变成，还是后悔呢？我们来看答案，答案是我回家就后悔了，我回家就后悔了。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，西方有这个吗？是后悔，说法，还是以前呢？答案是西方有
这个说法吗？西方有这个说法吗？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教学影片，欢迎你们帮我们分享、按赞还是订阅。那我们就下一课见咯，拜拜。